三傍晚的当前，疫情这么提一提的说起来的心都急，全都居家在隔离，这里不出外不动，时时封闭来管控着做核酸的查疫情，期盼我这早日 啊能够清零啊。天这待在家这有点积蓄不够花，上百年这算白搭了，感觉心里像猫抓，待在家这不自在，这每天最少的几十块，这又买米又买菜，月底这还得呀还点房贷呀。看他们年前的鸡的年后的肉的干巴白菜烂土豆的一顿一顿往上凑，算来算去的也不够，这说起来好难受，家里我的菜刀要上锈，这孩子偷吃一口肉，这让我媳妇好顿揍，本来我的穷家不好当，这月月挣钱月月光，现如今这更紧张，真是我的雪上啊，大又加霜啊。